是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，问问你自己，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 ？OK， 如果你觉得过得不好，是时候该改变了。最近有接戏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我想这样的情况大概有很多的艺人都是这样的情况吧。我觉得我们当今这个社会应该要考虑的，要去思考一件事情，就是根。你的根在哪里？你的根在哪里？你的根在哪里？公公，找到了。冤人也是人。甄嬛传苏公公自曝一年没戏拍，李天柱跟凯莲问根在哪？很难生根。我觉得我们当今这个社会应该要考虑的，要去思考一件事情，就是根。你的根在哪里？每一个人要去问自己这个问题，你的根在哪里？李天柱二号晚间出席演艺公会，2010年以梅根的苏公公一脚走红。风水是轮流转，好日子过了头，坏日子就临头了。不过近期演艺作品似乎越来越少。最近有接戏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最近有很多的那个福音的工作，上一次就是恶女嘛。哦，就是恶女啊。结婚？你们两位没有认识很久了，那我们就预定当一家人喽。恶女是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拍的，对，一年，对。我想这样的情况大概有很多的艺人都是这样的情况吧，很多资深一点的艺人啊，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这个责任都归咎在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个环节上面，对不对？一方面自己年龄也大了，而且你看看台湾写的剧本啊，老实说我们的剧本多半偏重在年轻人身上，当然这也无可厚非，这个世界本来就属于年轻人。但是不要忘了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老龄化的一个社会了，你要看看过去，你才知道你的未来在哪里。我们讲以古见今呢，什么是我们的特色？我们经常在讲台湾主体意识，我们的本身的特色，我们特色在哪里？谁可以说得出来？民主吗？我们真的民主吗？各位摸着良心，我们真的自由吗？我们真的富裕吗？我们真的是一个安和乐利的社会吗？不是，显然不是。经常会有政治人物来啊，你有什么想要发声的？交给政治人物，他们有他们的职责，他们有他们的工作。是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，问问你自己，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 ？OK， 如果你觉得过得不好，是时候该改变了。很简单，就那么简单，你只要稍微改变一下，这个明天就是不一样。如果你觉得很好，继续，你保持原状。OK， 大家都在讲说保持原状，保持现况，现况谁保持了？谁能够保持？没有一个人可以保持现况，我们只有不停地流向沉沦或者是往上提升，没有一件事情是在那边静止不动的。真叫金玉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y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小 S。我是姜文雄，是由包厢陈美凤。我是黄静莹。我是郑慕辰。我是孙腾。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。我是艾薇。我是兰兰。我是魏嫣。我是林正义。我是郑钧。我是陈君。我是陈柏霖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冰红的朋友呢，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！ Merry Christmas。